你好萌啊！看了。什么是关节症啊？谁是关节症？这个消的过吗？嗯。这是什么病？你不是说这次高级次好吗？对吗？我这么感觉，没错。怎么样？我什么睡错了吗？你不行，你怎么了？我来玩了。给他吃竹子是不是呀？我也吃竹子。行吧，吃竹子。这儿看清楚了，快看了吗？你那边没有了，就这那边没有了，就这点吧。你看咋吃？真能吃啊！能吃，能吃吧？哈，能吃哈、啊！哎呀，这吃的真好！哎呀，嘎吱嘎吱嘎吱！哎呀。你看你好好吃饭，中午了，下午他吃完饭了就睡觉了，是不是啊？下午该睡觉了，你干啥？比孩子还乖，啊，是吧？哎，吃完了就睡觉，就是哪有人看到那么远？没有，就这一段，都在这儿呢。你看你快点吃吧。快点吃吧！你别等阿姨就说。你说你吃饱了好睡觉。好睡觉。嗯。上里边就打是猫了。那你要上里边去啊？我不想要。咱们能办那个，就是咱们那个网不到的，赶紧拍。这个。啥呀？大熊猫。你稍微低一点，大点。哎呀，我怎么咋那么大个儿啊？都把熊猫给挡住了。没有啊，我的手机呀、啊。俺录呢，走，看看，你看阿姨录这个好不好？那个，看哪个？那个没有，就这个。你看他吃多少？你看他吃多少？行，走吧，孔志林。对呀，看那个去。啥也没有，啥也没有。看见大熊猫怎么吃饭了吗？
这是第一次给大家发生的。我感觉都每次咱们都没进来过也。上班咱们看别的。没有了吧？钱钱，哎不对，还有一个。嗯，还有一个，那么近也没看到啊。几百度的近。看到了吗？哦哟，还没看，哦，看到了，哎呦。Yeah.
早上睡觉呢，就先早晨。如果什么早就睡觉呢？然后什么就早上，早上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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